待会进前面等一下水下下去，我时间很长，那我们就会大概我一点下下。那边又没有贵州的，这个要等它开，要等很久。因为等它慢慢放下去。没有，因为还要等后面一台进来。哦，两台，然后再关门。对，然后关门，然后放水，然后才开。所以我们停到这边，应该还在等个多久？十分钟。我觉得超过，因为我上一台我在这边录，我就手都不行了。你怎么会先休一下？我在录那个锁匙。哦。那外面的话一次录完，太多了。